屋里有人吗？你一定是有人了。不管怎么着，咱们先把门打开好吗？没门，我不活了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哥，不好，客门，让你后悔一次。小心窗户。你站起来。你往上瞅。啊！我们刚刚接到了报案，接到了委派，说你受到了禁锢，被什么东西困住了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你就是喝多了。现在你已经安全了，负责你的民警马上就上来。如果没有什么事儿，小心收队。是。等会儿，那你们就这么走了？那给我家门都踹坏了，要不你俩再听我倾诉一会儿啊？李女士，如果你再这样，我们会认为你是在报假警，后果非常严重。谁说我报假警了？那我们接到的报案说你受困了呀。对呀，困住你的东西呢？我被爱困住了。他被爱困住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管被啥困住，我哥都能帮你解决。我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。嗯，小心撤。是。等会儿，那这个算不算感情问题？我戒指摘不下来了。戒指？哥，这个确实是咱活。他狼心狗肺呀、啊！你别哭，你别哭，小心下去把工具拿上来。是，行行行，别哭，给你拿，给我看看。干嘛呀？你还上手啊？这我不上手，我怎么给你拿下来呀、啊？我噗吹一口气儿，他自己就掉了。哎，不是你这人你咋说话呢？害我咋说话？那本来就是嘛。那有些事儿啊，他就得上手，对不对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们消防员接到了火警，到了现场不上手啊？啊，站一排，噗噗噗就在那吹，我们炼丹呐。摘下来赶紧拿走，我们把这小帘一周起来就噗噗噗能吹几口，那嘴不都得嘟嘟了吗？嘟嘟嘟嘟。